据香港媒体报道，梁朝伟和周迅因连拍大魔术师和听风者相恋，直至刘嘉玲有所怀疑，两人才收敛。但自从此事之后，刘嘉玲对伟仔管得更严密，令伟仔非常厌烦。而夫妻两人近日更陷入冷战中。伟仔入行多年，对绯闻经验丰富，就连当年与张曼玉床到言之凿凿，他也一样面对媒体笑谈回应。但这次与周迅的绯闻却异常常态。本月初他出席活动，罕见地不接受采访。当日他身形明显暴涨，有不少白发，看上去老了不少。而嘉玲连日活动都只有助手陪，笑容欠奉。类似娱乐整理报道。